the good girls you take out for dinner.好球，后排防守把这个球拼回来，还给塔伊萨，中点右篮。听了稍微重碰，把球打中，漂亮。下来一后排防住，反击。中队还是只能强攻，垫到四号位，出庭强攻，漂亮，好球。第三顶住，出庭后攻，把球打中。过渡一下，注意拦防，好球！林立后排把球防起来，苏婷后攻把球打中，这样这一轮过去了。现在中国队有机会，看能不能抓住这个反击。苏婷漂亮，漂亮，好球！接好球，好球到位，朱婷漂亮，漂亮，一号位后攻直线把球打死，中国队反击的机会，上好球，上的不错，快球掩护给朱婷，好球，好球，无功，出发的效果非常好，快球掩护冲进打一短球，好球。中国队球，下一个呢？现在朱婷不接一传，巴西队一开场他布置的肯定发球发朱婷，但是这一段比赛朱婷不接一传半到位，朱婷的四号位强攻。比赛巴西队先发球。在调整强攻，朱婷在四号位把球打中，还是加莱伊在发球，好球，开网调整攻，放在决胜局开始了，上来第一分，朱婷三号位打一个短球进攻。打过去还有机会，开网再调整，这球处理，起来，还有，朱婷再成功，漂亮，好球，球打在界内，24分以下，加莱伊调整攻，反击机会，耐心一点，朱婷四号位，漂亮，造成对方拦网。的一传还是没有接好，打手出界，这个球朱婷的调整功，打手出界，有强攻，打手出界，打手出界，巴西队有压力了，这球还是给希拉，中队拦网得分，漂亮，好球，中国队双人拦网。好球，好球，朱婷拦网得分，
第一个球一传还是没有接好，垫的不错，这个球垫的非常聪明。这球处理的也比较果断。一传顶到位，冲进打一个短球。他对方处理的也比较有经验。还是只能出庭强攻，巴西队三人拦网，这球没有拦住。给张传宁，一传没接好，看出庭的强攻。纳塔利亚的取位很好，纳塔利亚自己在反击吊球。还有，出庭再强攻，好球。一传半到位，只能调整强攻。轻吊漂亮，好球！加莱伊后排起球，好球！林立后排把球救起来，朱婷，轻吊漂亮，漂亮！还是发给娜塔莉亚，很一传，一传到位。朱婷后攻漂亮，好球！朱婷后攻，漂亮！打手出界，